不能再可以了吧？小心走了啦，快捞起来，快点！下一次我专程为你一个人烧。我突然觉得自己今天很幸运。鸡丁太小了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我嘴巴小，刚好。不会不会，这样可以了。我不见了，你还拉走了。哦，我这当然当然。哇，好大块哦，这个到时候再说起来刚刚好。可以啊。我不见了，走了。不然不然，丢丢丢丢丢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哦，行了，还有25分，还要吗？还要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，还不够热了啊？那个要到，搞得那么专业干嘛？这又是不专业厨房啊？对呀，对呀。在搞这个嘛？那我们就这样七分熟吃了。我只求能够可以入口熟，啊，吃了不会有任何副作用，还可以活得走出去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绝对保证你活得健健康康。你跟我不一样哎。真的哦，对啊，我只求录到我们做完菜就好了，是最中间这块最嫩。可是我觉得这是粉红色哎，粉红色你们啊哦，你们怎么可以把地上弄得这么脏啊？这是手残啊，它就是手残，残了，残了。天哪！还好你没有过去，差点就爸，我保护你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我吃，你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可以吧？可以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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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，不能，可以了吧？爸，爸，爸，哎，你走了啦，老了，老了，真的。当你老了，快点捞起来，快捞起来，快点。嘿嘿，好想你啊！我告诉你，刚刚是一场灾难。哎，怎么这样？是我一个人烧的，怎么叫做一场灾难呢？我要先跟大家讲说，因为一成他今天有事，刚好没办法来参加我们那个恶作剧的 family party。对啊，然后他也很有这个幸运的避掉了要吃这个菜。对，你有听到吗？他说你很幸运避掉了要吃到这些菜。没没没，我主要是我。我都做的不好。今天我烧的你没有吃到，下一次我专程为你一个人烧。我突然觉得自己今天很幸运。跟你说，我们等一下要跳一个时空，怎么样？我们要带一成出去吃饭，好，是，好不好？我太赞成你这个想法了。我们把这些菜带去餐厅给一成吃。一成，你好可怜啊！没有没有，不行不行，不能这样子虐待媳妇儿。一成，不要不要，待会我们去餐厅吃餐厅的菜，然后一成吃这些。不是啦，我们一成跟我们一起啊，这些菜给餐厅的。